吃播也很成功啊，没想到。哎，这个互动度还挺高的啊，他们猜。就是要他们猜，这个想法很好。哇，我闻到东阳宫的味道了。东阳宫，我想喝东阳宫。哇，这好香呀！娜娜 ，Oh my god， 好紧张哎！我觉得今天应该挺高的。各位广播小站的主播们，本期广播设定目标点亮数为160万双耳朵，实际点亮数为151433双耳朵。请责任主播董子健学习并跳那主播专属女团舞。哎呀，差一点儿。其实你已经完成了，因为今天早上还150呢。只是今天晚上定的，你确实飘了点儿。我开始想的是150，一口气没说上来，领导发话了，我们根本不敢讲。我可以换一种惩罚吗？你今天说了是跳舞的，不是我说的，是空降的命令。只接受空降给他的权利，不接受空降给他的。哎，景宝说替我跳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。宝，你应该是能分出，你应该能分清楚，就是成年人的客气吧。小美，那你下次还在吗？哦，不知道。长度吧，我就跳过你那个跳舞那期，我再回来。什么时候他们跳告诉我，我去点，点完以后我去看。那我算是完成任务，超额完成任务，太棒了你。好了，我把个拍照，我拍个照，他就撤了。哎呀，我拍不到。何老师来，横过来这样。哎，这个好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你们，恭送亮亮姐，好啊，谢谢亮亮，不要这样说呢，我也很开心啊，谢谢何老师，拜拜啦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辛苦了，再见啊，Love you。你和小景得在这儿学女团舞。你第一个动作教我们。什么？第一个动作啥？黑人问号脸。我刚喜欢你前天那个。哪个前天？你怎么这么好看？不要！不要过来！不要！不要过来！不要！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，哪里吓人了，哪里吓人了，哎，如果咱们非要接着惩罚就学这个吧，总比那个什么，咱俩这个好学，这个好学，现在就接受了是吧，要很低，但是眼睛是眼睛是吗，这个是金字。